儿子，你要知道，将圣女带来鲁昂又送上火刑架的人并不是无畏的约翰，而是他的儿子，我们的大公爵好人腓力。在此之前，他一直以家族的名义统治着勃艮第的低地国家，在欧洲的这个角落里站着经济和文化黄金年代的浪尖。父亲的死让他无比愤怒，于是他很快就与英格兰结为联盟，要为无畏的约翰报仇。但他不能马上就对阿玛尼亚克发动战争。在多年前的奥赛战役中，巴伐利亚公爵曾与约翰并肩作战，而现在他再一次向勃艮第人请求援助，这次要对付的并非阿玛尼亚克，而是他的亲生侄女。埃诺的杰奎琳绝不是唯命是从的女人，她曾在一段日子里是法兰西的准皇后，但当她丈夫去世后，杰奎琳很快就被赶回了她的领地荷兰。勃艮第人并不承认低地国家归她所有，因此杰奎琳逃到了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，嫁给了英格兰的护国公。如今他们一同重返此地，要求巴伐利亚公爵将这片领地归还给他。腓力发现北方领土遭到了英格兰叛徒的攻击，于是一路北上，将他们赶回了海上。腓力，你的父亲曾与我并肩作战，让我们重建这个曾经的联盟，为约翰复仇。先是我的丈夫和叔叔对我指手画脚，现在又换成你。腓力，难道你的母亲没有教过你基本礼节吗？我的家族在坎布雷西斯颇具影响力，而且那里的下一任主教碰巧就是我的亲戚，如果带两件圣物去坎布雷西斯，就能增进他们与勃艮第的关系。我只是一个没有子嗣的老人，据说你不仅是一个雄心勃勃、精明谨慎的统治者，还是个阔佬。如果你愿意付钱，我就把这个郡县留给你。腓力，我相信你能把它管理得很好。
Buongiorno. Vos obras? Vos obras? I bati. Sì, sì, vai. I chas. Buongiorno. I bati.Vosotros, y bati. Vosotros? Sì, tra, buongiorno. I bati, tra. Buongiorno, i bati. Tra, i medi a casa. Sì, vosotros? Lili!你和我各拿一杆枪，再来几匹马。你这种身份的人是拒绝不了一场正式决斗的。别担心，亨弗瑞，我已经在路上了。我们的剑上一定会沾满敌人的鲜血，没有人能把我们当懦夫看待。Sì. Sì.Buongiorno. I vai. I bati.
没见吗？你没见吗？Tra, bonjour, il mine, il batti.Sì. Tra. Vosotras? Sì, vosotras. Immediatamente. I bati, i bati. Tra. Buongiorno.I bati. Sì. I busto. I bati. Sì. I bati.拜托肥力，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愿望。I bati. Buongiorno. I bati. Vosotras? Buongiorno. I compro. I bati.Buongiorno. I bati. Si va immediatamente. I compro. Io ti devo un favore, amico. Tranquillo.坎布雷西斯会将十一水送进你的金库。Immediatamente.
Immédiatement. Bonjour, Min. Ibati.Bonjour. Si, ti compro. Imin. Ibati. Vosotros? Buongiorno.Immediati baci. Fa. I baci. Vos ordres? Immediatement. I baci. I baci.Ibati. Sì. Buongiorno, il bus duro. Sì, i min. Sì, i baci. Sì.
菲利，在英格兰长弓面前，你没有一点胜算。为什么不能像个男人一样跟我正面交锋呢？Vosotros? Sí, va. Compra. Y va. Sí, me va. Compra. Inmediato. Y va. Buongiorno. Sí. Y va. Y va. Iva, Emil. Sì, di media sì, ti reperai. Vosotros? I baci. Sì. Buongiorno. I baci.Vosotros? Sì, i reperai. Ta. Sì, compra. I compra. I busto, bo. Ta. Buongiorno. Immediatno. I va. Sì, i va. Immediatno. Vosotros? I busto, bo. Buongiorno. I busto, bo. I busto, bo. Ta. Ta.菲利，市民纷纷要求修建教堂，但我们已经成功在法拉斯的战争中。你能满足民众的要求吗？是。Vosotros? Sì, compro. Iva, compro immediatamente. Sì.一把鸡。我说，是，你来干啥？走。Vosotros? Sì, vai, i baci. Buongiorno. I pur gusto, bo. Sì, i reperai. Ta.蜂拥而至，为城市带来大笔收入。
vosotras, bonjour. Con gusto, vosotras, bonjour. Y vati. Sì. Sì. E tacci. Vosotras. E la sei. E tacci. Sì, copru. Sì, beh.少人能配得上自己的名声，可惜英格兰那些无聊的老家伙认为我不敢和他们闹着。一把剑。Vosotras, i bati.Buongiorno. I bati. I bati.勾心斗角、猎捕目标的游戏，我可不是什么普通的伯爵夫人。杰奎琳，你的狡诈和勃艮第人如出一辙。若不是我对你知根知底，也会认你做妹妹。
剑。你问，你问剑，他是战士，没大志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绝不会向任何人屈服。赫兰人已经逃跑了，埃诺属于我们，征服
瑞和那些英格兰人已经踏上公服，这些领地现在是我的，把杰奎琳带到根特，让他无法继续作恶。菲利对手下败将颇为尊重，虽然杰奎琳是因为联姻才成了勃艮第人，但他的计策展现出十足的勃艮第风格，尽管他最终并未成功。即便如此，杰奎琳也不愿被人囚禁在根特。在杰奎琳被捕后不久，他的叔叔巴伐利亚公爵便遭到了毒杀，目前仍然无法确定幕后黑手究竟是不是杰奎琳，有些人甚至猜测是腓力自己下令暗杀了他。但这种话别当着别人说，儿子。无论如何，杰奎琳在随后发生的混乱中逃出软禁他的地方，乔装成男人逃去了荷兰。他的出逃迫使腓力将注意力集中在北方。